迷你世界中你千万不要做的事情就是打100下奥斯卡，那样的话会出现一个他最重要的人出来保护他，传说只有女生可以看到。伙伴们，这是真的吗？你们有没有打过奥斯卡？有人说当我们在打奥斯卡的时候，女生可以看到一个神秘人会出现在奥斯卡的旁边。伙伴们，你们有没有拥有奥斯卡？如果没有拥有，在评论区输入奥斯卡最重要的那个人的名字，会有惊喜。伙伴们，奥斯卡你们获得了吗？老官方对他的介绍是，奥斯卡说他拼尽一生去靠近那道光。伙伴们，有人说你在游戏中打奥斯卡打100下，女生会看到一个最新的皮肤，他是奥斯卡最重要的人。伙伴们，这是真的吗？点个赞，我来给你们试一下。伙伴们，现在就是最后一下了，100下。哎，哪有人呀？没有呀。伙伴们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哪里有人？这是假的吧？有人说只有女生可以看到，有没有人看到？看到的伙伴评论区扣个1，没看到扣个2，没有人呀。